我们的兄弟，需要恁的收听。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北上府彰化，力挺好友张汉天宣布参选立委，期间提到立委补选过程，龙介先难掩愤怒。因的雄佮强佮天雄，人到法拢同款。 会这么生气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依法在保外就医的阿扁不得公开助选，但他却速度踩红线。大家爱团结来支持咱第二号的贵国民，让伊会当来顺利当选。 不止陈水扁透过影片赞下拉台，郭文本人更是公开祭出合照助选之意，实在太明显。啊，伊是一个修行人，四界拍拍照，搁公开作算。啊，民进党甲动作皇帝，无人敢卡伊，歹势。啊，变你拄着我食龙，改算你歹运。 谢龙介直接宣布，下礼拜将北上按铃控告赖清德、陈水扁以及台中监狱典狱长邱鸿基公然违法。我今天势必要对他提出控告。 好，那这个就很清楚，这就是违反选罢法。另外一个，我会控告中间图利。谢龙介表示，文件都已经写好，就等下周北上。对他来说，立委补选选输是一回事，但对于任何涉嫌违法之事，还是得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还给自己与社会大众一个公道。记者陈世伟、徐玉文在锦城、彰化采访报道。